里面有什么不懂的，会需要了解的，都可以来问我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黄色怎么读？环是我们那西语叫屎。屎，这是滑的意思。屎色。对。老师，红星锤怎么说？在我们那西语是环星锤。哎呦，直接说出来是吧？啊。写下一个名字的时候是一组鸟，幸亏我是鸟，一只很珍贵、很珍贵的鸟，很珍贵、很珍贵的一种鸟，谢谢。